哦，兄弟们，接下来看一段视频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我们的触角马桶村民，他被炸了，简直太让人气愤了。董子阳的弟兄们，听我的心计话。你们在做什么？都给我认真点，听我说，我们应该要抓住那个肌肉男，然后将他关到笼子里面，接下来把他给嘎了，然后给他安装上我们的马桶。好的，那么这项任务就交给我们的机甲人形马桶村民了。去把那些不听话的先干掉。哼，遵命，我的博士老大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！晚了，拜拜。这家伙睡得还挺香。无敌大屁墩儿。